先底下不灭喽，有 W， 还好打到我骸骨上面了。哎，我们秒后拉，别跟他 A， 他 W 好了要，溜一下，别吃他的正环就好。来一个不灭，往上拉，他要两级，这个兵吃完他两级，两级会学 E， 那要拉我了，注意走位，再 Q 一下，他又要 E 我了。啊，这个时候 E 又好了，DW 推进塔，再 QA， 别急，打不死我们。赚个闪现也不算太亏吧，能不能知道人家要开 E 了，你玩久了大概知道 CD 了吗？一转眼他就拿了两个头，还有红 buff 啊，哎呀别急，就是我回头跟他 A 可能会 A 不过，突破败，很肿啊！活下来，我是开人。倒也不是我不想去，问题就是。我打你的大坝，加里奥飞过来了。啊！你怕什么？不是，那我不怕，我已经死了呀，我怕什么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你死了，你当然不怕了。
有 T 吧，这万豪。 推走 ，Q A 减速 ，Q A 减速，立即能躲一下 ，Q， 哎 ，W 推进塔里。我要拆个一塔，他一要塔不要命了。你小心别被他一打不打死喽。这是唐宝的一个超大悬术奇迹，唐宝的悬术奇迹。这不是跑错方向了？啊？给我顶到哪去了？哇操！瞬间500级速，我应该 Q 立马大的，我就想等他开大，我再开大的，犹豫了一秒钟。我只要大招开出来，我是能杀掉他的。这波得直接 Q A 立马就大招，晚一秒钟都不行。想回防御塔，已经太晚了啊！这得救一下，算了，不救。这个位置就可以带出塔了，怎么带 ？A 下减速 ，Q 一 W 推 ，A 啊 ，A 就 AW，Q A， 就 A， 等他 EQ， 剑圣没闪的呢。
打了我一套，掉了200多滴血 ，W 减伤现在是75是吧？塞拉斯怎么推呢？有位移的英雄也能推回来，不难，可以把他推到这边，直接推就行了。他偷我的大招飞到这边去了，不过我还有 E。这英雄不好玩吗？多好玩，飞来飞去的。